丈夫、何もしないから。怖いの？私が助けてあげる。助けがいるのはあなたの方では。何、よく聞こえない。あなたの方が危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そこ、すぐ後ろに。え？嘘でしょ。
没有，我知道，当然不是打头啊，可是你要把他眼睛弄出来啊。啊，他铁定没死，射他个夸开富贵。可是那萝莉不是很可爱。ね、聞こえてる？もう安全よ。終わった。本当に？本当に？ええ、安心して、もう大丈夫。そこにあるはしごを下ろしてもらえない？一緒にママを探して。哦，只有看过我舅舅玩过而已。こんなとこにいるの？いると思う。いてほしい。二人身上好脏哦。ええ。いいわよ。探してあげる。是说你刚刚是怎么来找找啊？哦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捡到？刚直接被一棒打到，哎，痛！应该骨头都断了吧？哦，果然。还有没捡到的，这里好多。也给太多了吧。特殊武器箱，嗯，感觉过不去啊。蛋呢？蛋呢？我现在都很怕，会不会再看到一个人？都在柜子里面。弹药也差太多了吧？还蛮正常的吧？動かないの。動かないの。来，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。哦，这个是桥。すごい！すごい！やった！哦，他只是拉个把手，哇！ね、棒了，好厉害哦！アンブレラで仕事して。アンブレラ。作ってるの。アンブレラ？あの製薬会社？いつも仕事場にいる。あまり会えなくて。それじゃあ早く会えるといいわね。あ、怎么穿裤子？お父さんはどうしてる？刚刚。パパはそのママと働いてたけど、もういないの。うん。耶、又开始了包包。ああ、私も親がいないの。今は兄貴と二人。本当に私たち
共通点があるみたいね。嬉しいわ。而且我还有一堆火药哦。想要不要喝欸？要。宝石，不知道在哪里用的。刀刀剩下吧，我把这个拿出来。还好吧，行吧，就得啦。瞬间还以为他不见了。不是，狗狗，我全部丢仓库了。可是这里跟里昂应该不一样吧？李阳应该不会跟这个小女孩吧？应该啦。あそこよ。閉まってる。就是要看一下有没有东西而已。都是红的，什么东西可以拿？东西都没有哎，可恶！我没有卡片。カードキーがいる。哎，为什么你没有把卡片拿出来？ね、手伝って。本当にこっちなの？うん、そのはずなんだけど。シェリー、ずいぶん探したぞ、シェリー。こんな状況で一人で出かけるのは勇ましい。手を上げて膝をつけ。冗談でしょ。お、操。膝をつくんだ、今すぐ。シェリー。手を縛れ。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。黙れ。縛るんだ。いいのか？言う通りにしないとこいつは死ぬぞ。どういうつもり？犯罪者から子供を守らないとな。高三小。シェリー、おいで。为什么不要假装棒棒就好了？そのことを傷つけたら許さないから。就肚子饿了，你还踹我？名前は。名前を言えと言ってるんだ。
クレア。シェリー、私と一緒に来ないとクレアが死んでしまうぞ。わかった、行くから。啊，这英这嘴型对英文的。过来，連れてって。もちろん。信じちゃダメ、嘘よ。クレア、撃たないで。俺のやり方にいちいち口を出す。やめて、離して、離して。しつけがなってないようだな。教えてやろう。厳しく仕込んでやる。说欸，まずはカードキーね。その後あいつに。这克雷尔他那个脸就很像八九欸。我该怎么说？就很八加九。那另外一边，就一天到晚好像要骂人一样。不是他嘴巴嘴型，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，废弃物品，巡逻车7439的钥匙，细节的钥匙弯曲无法再使用，但消防员还是可以开启车门和行李箱。7439。浣熊先生想说的话。男孩女孩们，你们好。我是你们来自纳昆市动物园的好朋友，能见到你们真好。今天我有一件事，我要谈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。各位都知道我大受欢迎的浣熊先生玩偶，对吧？可是我听说一些坏小孩会拿这些玩偶进行射击训练，让我觉得好难过。孩子不会这么不乖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这样非常非常危险，总之不要这么做哦。总之，我们动物园见。浣熊先生说完了。哦，好哦。是不是那种八九脸？我想尿尿，刚刚没尿成。味道的秘密，干。
还有漂亮的八加九。但又是这个，那就没有。那你是不要动哦，啊啊！哦。消灭害兽，都没东西啊！艾尼特，可是会解锁啊，那边动我就觉得他很白目。啊，我应该去触，我应该去碰一下那个门。那爱心门，方块门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叫他爱心门。假嘞，哦，差不多嘞。等等，不会吧？干，吓死谁啊？雅斯汀·韩森，男性，白人，39岁，被工作人员发现死在牢房的床上，
由于死后僵直，双手呈紧握状态，但有即将放缓的迹象，极有可能是在熄灯不久之后死亡。已知死者有窃盗癖，曾多次入狱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即使在监狱中也照偷不误，尽管这种行为与他的临床诊断不抵触。不就 Bio 7又要开关了。谁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名字啊？觉得我要不要试试看射他？你他妈逼！不能很大，不好意思。哇、哦，等一下，这好恶心哦！怎么那么大只啊？太大只了吧！怎么办嘛？别干！我看他好像也没东西啊，所以就算了。哎呦，这到底是怎样啊？恶心死了！他头是铁打的吗？是。哎呀呦！为什么要把它拉出来？也太多狗了吧！等一下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东西啊？没有、欸，换哨起床，起床。我拿到钥匙，我可以去开这个。
等。动屁动啊！我脚趾都是血啊！我看他动了一下。然后干爆他了。另外一只嘞，他妈的，他们就在这吧。是还是会撞到他。啊，等一下，完了耶！那他们可以组合，我组合看看。此外，可以减少。承受伤害并对毒气免疫一小段。好卷，可是没有暗房。想理他，你这么累个吗？是你，你好累个。哎，多呢。さっきのやつこっちから来たけど、阿坤四月刊六月号，哎、欸，干这个不就刚刚那个人吗？以前脚趾骨折包石膏就那样洗，还要再组合一个绿的，为什么要再组合一个绿的？
所以你到底为什么会流血？若拉昆市的英雄注意了，谁是城里最令人敬畏的人呢？对这座美丽城市里的市民来说，答案应该显而易见。没错，他就是警察局长布莱恩·艾伦斯。大小，他让各地犯罪闻风丧胆，也像个严厉的父亲般爱护着每一位有罪的市民。艾伦斯局长因无私的慈善之举而闻名，像是对孤儿院的巨大贡献。协助受虐妇女、保存艺术、保护动物等等。如果有漏掉任何事迹，请告诉我们。这名伟大的英雄怎么有时间睡觉啊？每当有人发问，艾伦斯局长就会微笑着回答：“整座城市都是我的家人，我只是在为家人付出罢了。”あいつ所長だったの。隔壁脚趾破一个洞，大小，但是浣熊侠，这是蓝色的，哦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，哇，我东西太多了。枪托，哇，点 ban， 哇，还可以再来这吧？对啊。边上去是哪里哦？本店丁直达局长办公室，非公一般用途之用。局长办公室在这里，我好烦哦，你好满哦。哎，对哦，车钥匙我忘记用了，要可不可以回去？有局长办公室。我先回去看，我怕。巡逻车几号？一三小的。MBHP3 可装13发弹的9mm手枪，也是第一把使用双排弹夹的手枪。可是我的是不是比较好啊？因为
为九迷里的攻击应该是一样的吧？再见了。那盘就是你饺子哎，爱秀罐，他还在喝汤嘞。M 一有意义。今天我要几点？因为明天还要去电玩展。7看过你耶，艾伦斯警察局长，为答谢你忠心不二的支持，我在你的贿赂桶中汇了一小笔款项，让你视情况使用。我希望你能继续帮我监视你那些下属，特别是在豪宅中活下来那些人，必要的话就除掉他们。WB， 艾伦斯警察局长，我和保护伞公司总部之间遇到了一些麻烦，管理阶层想要夺走我的研究成果，不过别担心。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平息，你只管继续做我交代你做的事，一切就不会有问题。你得升高我实验室周围的保全层级，叫你那些手下壮汉一看到可疑人士就开枪，把对方杀了也不要紧，就算是保护伞公司的员工也一样，我只差一点点就能完成狙了。我不准任何混蛋来妨碍我。你给我振作起来，你做你他妈工作。我告诉过你，我需要加强下水道的保全措施。你不知道对我来说现在这是重要关头吗？至于钱，等我接管以后，你要多少都行，但不是在那之前。为什么你就是听不懂呢？不要忘了，我随时都能把你换掉。雪莉他妈，田径科的攻读生也来好好帮你介绍啊！哇，太多人了吧！一入场排到下午，你为什么要喝酒？说，你为什么要喝酒？那你证据都在这里。人满意，但老是搞这些小动物让我觉得厌烦了，也该去挑战更大的动物。哇，西伯利亚虎，我在攻三角，破开它的黄色肚皮，其温热的内脏洒出来时，我整个人极度兴奋，我还可以闻到野兽的气味，这条人生好恶心哦。猪可以活这么久，22岁。标本的身体柔软、美丽、永远洁白，全都属于我了，永永远远。诶，你的尾巴是白的吗？看不是很出来。把乌龟、狐狸、月月。空洞的一种，你知道拿这个了，宝贝哦。
锋枪弹药。这边应该是过不了，因为那个铁卷门没法开，所以我先去哪里啊？我从这边过来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啊？我放进去好了。觉得东西有点多啊。这里有没有？哦，我要回去洗，烦哦。那到时候在那个这个边可以放着。对啊，在下面，我在想要不要先去拿，去拿好了。这个月留在我上一款的游戏里了。人家是，好啦，他狗我都也会让他约约。拿那把枪好了，把那把枪 拿回来，用不到。哦，什么？它有三发子弹装满的耶，太赚了吧！熊熊，熊熊是起司汉堡吗？哇，一下又满了！我可不可以做大一点啊？啊！威力应该是一样的吧？我是可以把他的子弹打完对，只能自己整理哦。看怎么怪。啊，再记个路。哇，记20次了呢。藏一些更可怕的东西，还有红外线，哎，真的耶，但我觉得没什么差了。哦，电路板，見つけた。カードキーだ。カードキー。骑士汉堡，你怎么被做成这样？
因为你对警局办公室上电子锁的描述，它需要更换零件，你需要一些电力面板零件才能把它修好。幸好我们在其中一间店的修理工在警局修理钟楼里的钟，好，在钟楼，我们让他带了几个备用零件。他说他把其中一个留在东仓库的三楼。啊，如果发生问题或一个不够，请别犹豫，尽管去钟楼的啊。我看是一个不够，干，两个都要。钥匙，等一下，我方块钥匙又爱心钥匙，哪那么多钥匙啊？钥匙游戏，哎 ，list， 关机啦！我就爱听日语啊。大家都讲英语哦，我就让他讲日语。听说还有人想要中国语。最多钥匙的游戏。可不可以用小刀打？不行，不能体术。好大哦！不能提速无双，又带的恶灵古堡一点都不可能。闭嘴死狗！中配回原作。观察室，那我现在开这个都觉得有点怕怕的。哦，梅花门，操！燕。哦，这要装那个宝石的。啊！
熬夜。没收报告621。没收阿坤市警局二楼等待室。没收理由：在上述地点发现一名可疑男子。一名警官上前询问时，他试图制造混乱，企图逃脱，但仍然遭到逮捕，从他身上没收一条纸条。大家都知道他是谁，他是贾斯汀·韩森，39岁，本市居民，单身，是监狱的常客。他本身并不是个坏人，只是有点切到皮。我不敢相信的是，他竟然在警局也敢骗人。左六右二左十一，保险箱的吧？从他肛门拿什么呢？我要。要先去哪里嘞？记者，哦，这是记者，后来是，是我觉得这很奇怪，就隔间，然后都没门，然后还要绕路，问号，这边也打不开哦，我没有钥匙。警局骗人算什么？我们台湾人都可以在总统府骗人的。终于原作什么交通工具都能弄坏。还只能往上走。哎，睡眠不能。来开箱喽！想要这个 USB， 好帅哦！给收回去。党证。电脑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点远啊？都回到大厅在哪？